这都是给孩子捡的啊，还有一只蹬腿，一只蹬腿。我们小时候剃头都这样，小孩都是这样，真好。好了好了，啊，剃好了就漂亮了。哎呦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好，不剃了不剃了，好了不剃了不剃了不剃了，啊，不剃了啊，啊，不剃了。这种东西可能对我以后的创作都有帮助。那我们演戏演的就是人物关系，通过感受到的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物关系，可能对于我来讲都是一种宝贵的财富。